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 f(x) 跟 g(x) 啊都是一个二次多项式，然后呢两个相减的话是等于这个多项式，两个相加等于这个多项式。那么它问说这个多项式哈 f 这个多项式 x 带负一的时候乘以三加上 g， 这多项式 x 带负一乘以二的话等于多少？我们就把 f 跟 g(x) 哈把它求出来。怎么求哈？我就直接相加，相加的话这是 2fx 嘛，等于多少呢？加起来这是 2s 平方嘛，减 2x 啊，加 2x 啊，减2啊，那这就消掉了这个2，所以我就想着 fx 等于多少，我把它除以2嘛，就 s 平方哈减一啊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带负一 ，f 呢负一，带进去哈，负一平方是一嘛，一减一等于零啊。这样看 g 的话哈，我就把它给相减，一减的话就是二 g 嘛哈，二 g 也不是嘛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是二。s 平方嘛，哈，减 2x 嘛，减 2x， 啊加2，啊这个是等于 2s 平方嘛，哈，减 4x 加2，然后除以2，gx 等于多少呢 ？s 平方减 2x 加1，刚好可以完全平方，啊就是等于 x 啊减1的平方嘛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g 负一是多少呢？负一减一负嘛，负二平方是四，所以这是四，所以这个就等到这是零嘛，那这是四，四二得八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八，答案应该要选 D。